们全校最漂亮的校花来了耶！可可，我想喝饮料。哎，梁梁可，哎，来，哎，选我。明天我有个远房的表妹要从泰国回来耶。我最喜欢泰国了。我也是耶。哎，我们刚会一点泰文哎。买米，买菜，买冬瓜耶。一起出去玩好不好？哦，可以跟校花出去玩了。亮亮呢？不知道，约三点半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哎，他马上在那边。哎呀，表妹好可爱哦！这是我表妹，她叫 Gail， 她从泰国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Gail， 今年13岁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。我哪会说中文？表妹可爱吗？可爱，还好啊，我觉得，但是你比较可爱。对，你比较可爱。哦，今天好热，我们去买饮料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渴。可是我想喝珍珠奶茶。那走。对，口渴就是喝饮料嘛，走。哦哟，为什么都只带他去不带我？没有啊，就突然想喝珍珠奶茶。你们看，我现在拍的这个影片很可爱吧？还不错啊。我还有下一个，找一下。人呢？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就让暴风。手这么小，弹那么久会不会痛啊？弹了一分钟，很累吧？怎么这么好看？再来台湾玩，下次有机会再说了。喜欢中学头条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。